喂，什么？昨天晚上8个富婆，你怎么回事？两只眼睛是出窍的呀！骗！啊！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告诉你，我可是找你们孔总来签合同的，你这合同都弄脏了，你赔得起吗你？对不起，我给您捡起来，擦干净。滚一边去，你脏不拉几的。等一下，你是谁呀？跟谁说话呢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怎么了？人家保洁阿姨是你想欺负就能欺负的，你还懂不懂得尊重人呀？咋了？我打他一巴掌关你什么事啊？你是谁呀？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？你别管我是谁，现在立刻给保洁阿姨道歉。跟他道歉？他不就是一个臭扫地的吗？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我看你才臭吧。有的人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但是他的心是臭的。有的人干着又脏又累的活，却能给我们带来干净的环境。你现在立马给保洁阿姨道歉。让我给他道歉，他也配？我就不道歉了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。哎，我说你等着，原来你在这里啊。这在哎呀，原来你就是孔总啊。刚才啊，都怪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狗眼看人低。我现在啊，就向保洁阿姨道歉。保洁阿姨，实在是对不起了。孔总，你看这欠也到了，咱们这合同，我的员工都被你弄得不开心了，这合作还怎么谈呀？要做事先做人，请吧。哼，谈合作看人品，认同的